大家好，我是高姐。白鹿是最早亲眼目睹发生什么，说女性角色像小母狗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可以说她文化不够，但是说她侮辱女性也太夸张了吧。心疼白鹿。宇城南这对 CT 播出的时候会让大家最喜欢的点是什么？女霸总和小奶狗的故事，然后后期又变成男霸总和小母狗的故事，反正就是还挺有意思。开始了啊，开始了。蹲下。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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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家吧。嗯，他自己都乏了。好，这先不解释。不解释为什么。不用解释，不用解释。就看看最后到底有。啊，他骗我，不是你说啥就啥，你说啥就不是啥的吧。哎，果然是没清醒。导演说蹲下。起来。什么呀？啊！我这还是蹲着呢，我蹲着呢，我蹲的还不明显吗？我是膝盖不好。别人一直以为我没有站起来。哎，我这是蹲着呢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听懂这个规则。只有跟在导演说三个字后面的才是就做呗，没有导演说就不行。哦，听懂了，听懂了，听懂了。这样你给刚起床的宝宝们再一次机会吧。那就重开始了啊。导演说向后转，导演说举起右手，放下。拉出去，拉出去，第二轮了，拉出去，拉出去，拉出去。太快了吧，就结束了。史上来的时间最短的嘉宾。导演说向后转，举起左手。举起左手，拉走，拉走，拉走！啊，好蠢！导演说举起左手，放下，抬起右脚。导演说蹲下。导演，别开枪！是我。导演说放下右手。导演说起来，导演说放下右手，右手好吗？不是，导演往哪儿放？导演往哪儿放？导演是这样吗？往哪儿放？坑人呢，这导演。啊，导演说放下左手，导演说蹲下，起来，导演说举起左手，放下。来吧，哥淘汰。导演说没想到我们玩得这么认真。导演说起来。 Baby 像极了认真听讲的样子。好玩吧。导演说放下左手，举起右手。导演说向左转，导演说向后转，举起右手。白鹿可算跑在了。没想到啊，子凡就只想单纯的结束这一切。我真的有点累了。另外四位失败的成员，我们进行第二轮，失败的只好接受惩罚。来吧，醒醒啊，得醒醒，醒醒。导演说蹲下，起来。导演说起来，举起右手。导演说蹲下，举起左手。沙哥已经要疯了，你不是沙溢，有点是慢半拍。哎，这个没有说慢和快的事儿啊。好，举起左手。导演说起来，举起右手，向左转，向右转。导演说向后转，但你转不对啊，应该从右边转还。向后转，导演说向后转。你们怎么说的？不是，等一下，不是。沙哥一直在就是干扰我，没有，因为我这边我左耳的听力不是很好，听力不是很好。你怎么人欺负人家妹妹呢？那这样我们仨再决出一个好不好？这你舅舅给人推出去了啊？他错了。你礼貌吗？往这中间站，往中间。文艺，你别想干扰我。往中间站，过来。不要。那我过来。他老干
干扰我，他肯定会干扰我。这是他获胜的法宝，你知道吗？你干扰不到，就在自己干扰不到，因为你太容易错了。屏蔽，你别干扰我就行了，别干扰我。导演说向右一步走，右。导演说向左走，导演说举起右手，导演说向左一步走，向右一步走，导演说蹲下，导演说举起右手。我叫左，咋了？这帮不了你，这帮不了了啊！我左右不分，我左右左右不分，我左右不分，是吗？真的，暴露了。导演说后退一步，杜绝信号。导演说前进一步，导演说蹲下起来，导演说举起右手，导演说向左一步走，导演说向右一步走。导演说蹲下，沙哥在抄别人砸。导演说起来，你有导演说吗？有，我讲话我没听到。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我干扰到了。我讲话我没听到，不是，我真没听到。不允许，我真没听到。不允许我对苍天啊，大地啊，给我一个公平。场外的讲话，那我怎么听到了呢？对不对？那同样在一个空间当中，同样大家是跟导演一个距离，那我怎么就听到了呢？沙哥，那大家都不服你胜出，那你没有人不服，有，我们不服，你这不行，你这不能有失公平。我听到了，导演说站起来，你看一下有多少人不服。沙哥，你看有多少人？你们服不服不重要。那就这样吧，那你们就四个人一起接受惩罚吧。导演，你好有原则啊！我不服，我不服。我觉得挺好的，我也觉得挺好的。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走。等一下，接受惩罚的成员戴上护目镜，护目镜的周围有一圈小钉子，其他成员用水枪把台面上的一些气球打到，他用那个钉子把气球扎破就可以了。我觉得第一个受惩罚的应该是老沙，就是刚起来就得洗个澡呗。哇，这么大一个。我觉得第一个受惩罚的应该是老沙，他老干扰别人。真的，你先好不好？我不参与。你参与？嘿，还有人玩赖呢。我玩啥赖？我赢了。沙溢接受惩罚。郑恺说的沙溢接受惩罚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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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位女生先来吧。来吧，我先来吧。这不痛了？把气球打到眼镜的地方，把它扎破就好了。哎，我这老寒腿。啊，人是在那里头。把眼镜戴好。来了啊！打气球还打人，必须打一个，打多了的就过不去了。哎呦，扎！快扎！他都圆了，太惨了。嘉宾的表情已经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可怕啊，这好吓人。好嘞，就是来狠的气球，直接往，哎，这都不错。行哎，是真的扎得破吗？哦，就往旁边。哇塞！哎，你是受惩罚的，你拿着这个在这干啥呢？啊，他是受惩罚的。他是受惩罚的，他是受惩罚的，他玩的挺高兴的在这儿。来上，现在就你上，你先去。沙溢接受惩罚，快去接受惩罚，到你该去的地方。那我去吧。
眼镜上。哎，他怎么那么难破？哎哎，得正面来，就是这样。是我干的，怎么了？我去！蔡哥，你可以接受惩罚了。哎呦我天哪，这里头全是水呀、啊！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这么快结束这个游戏。这怎么我一进去人手一把水枪了？我们好厉害呀、啊！打台球啊？是打地鼠游戏吗？出来呀、啊！我不出。我知道你在家。人没在。是球没了，把球拿出来。怎么会进洞了呢？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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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扎呀扎呀扎呀！可以，快来吧，快结束吧，来吧，来了啊，来了啊！那水为什么是咸的？真假的？快！这好快！哦，他好快！你看人家这水平。这是烟花吗？这项任务叫做节奏大师2.0。节奏大师，这 baby 是节奏大师啊。节奏大师，我不太行啊。我也不行，我不太行啊，我害怕。动动哦！你是节奏大师啊，baby。你是真正的节奏大师。我名副其实。好害怕、啊。请挑战没有音乐的节奏卡点唱歌，歌曲播放中途音乐会突然消失，请将歌曲节奏牢牢记住，并努力卡住原曲节奏，在相应位置唱出最终歌词。哦，歌词最后一句如果跟原唱的最后一句误差秒数在0.5秒前后，那就说明挑战成功。是哪个卡哪个字？第一个字。对，第一个字。两两一组出战，每一组有两次挑战机会，必须有四组全部完成才算任务成功。不是啊，8:30我爹没赶到，可不是我的事儿啊，是他们的事儿啊。他们的百般阻挠、啊。他真太难了，对我。那我就在这儿把歌唱了算了。我觉得是这样，把所有强的都分在一起。对，把强的都分在一起。把弱的分在一起。那他强，珊珊这都歌手，白鹿也可以。白鹿也行，女团没成功的。忍耐外边人员。我们把强的归在一起，这样他们赢的几率更大一点。因为毕竟，因为今天毕竟8:30，我还是想看一下这个的，真的还是想看的。当然了，太想看，全球首发嘛。大家决定第一组出战的两位，咱俩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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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他们俩先来，高手先来，高手先过过招，高手不要给我立 flag， 就给我跪倒。我们给两位出歌单，是怎么有点 KTV 的感觉？选哪个？大鱼，不，大鱼很太慢了，很难踩中。我没一个会的呀。哎，红日你会吗？红日，明文遭勋定不会劳累，明文遭勋也不是特别熟。征服你会吗？柯然，哦，征服我不会，征服我也不太会。哎，把征服给我留着啊。那咱俩唱征服行吗？那你俩唱征服，我俩又一组，根据歌征服。喜欢你，你会吗？谁的喜欢你？陈洁仪的。可以啊，那喜欢你，喜欢你吧，喜欢你，喜欢你，喜欢你吧。好，第一组成员挑选的歌曲是陈洁仪的《喜欢你》，请出歌。喜欢你是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落也看作春意。我喜欢。
今天也慢慢的慢慢清醒，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个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不对了，哎呀，完了，你俩这差的老大了，你俩这连合唱都达不到啊！完了 ，BBQ 了 ，BBQ， 我唱快了好像，我不知道。那我们先看一下白鹿的回放。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心中言语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心中言语。我慢很多吗？我慢非常多吗？挺多的，挺多。你慢了半句。白鹿快了0.2秒。哎，那算吗？那成了，在0.5秒以内。可是我我们来听一下周深的情况，听一下专业歌手的节奏。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慢慢贴近你，这慢了，这就慢了。有朝一日白鹿在教周深唱歌。哦，慢了慢了。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对不起，周深慢了0.8秒，超过0.5，所以这一组第一次挑战失败。这个真的好难，越慢的歌越难。算了，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摆烂了，把那舞台弄在这儿得了。他们俩都没过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我觉得深深那个是对的，他这是一种故意的一种。我有一些我自己的处理，你知道吗 ？Lay back， 来 ，lay back， 请接受惩罚。哎，你这头发，我觉得。撒的更疼。好，两位还有一次挑战机会，可以再挑选一首歌。要不就爱你，爱你是比较好唱一点。可以，爱你吧。好，两位第二次挑战，爱你，请出歌。对的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想陪你多撑一天，多一天，让我心甘情愿。爱你，这个应该 OK， 应该 OK 的，应该 OK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成了，这个成了，必须成了，给我都弄得我手都抖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紧张的。看一下这一组的答案，先来看周深。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我在努力憋住了。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。爱你。哎呦，难一点，应该在我0.5之内。差不多了，这个。差不多。这很准了。这很准了，已经。0.1。很准了，很准了。周深刚刚慢了0.18秒，在范围内是成功的。接下来看一下白鹿。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哇，你节奏好好哦！让我心甘情愿，爱你，爱你，卡在点上，节奏大师。白鹿这个很厉害，他快了0.01。所以我们成了，对不对？0.01几乎就没可以忽略不计了。所以恭喜两位挑战。我俩来赶紧的，早弄完早那什么。请导演组为我们播放黑豹乐队《无地自容》。你害怕不怕成为你们的结局？天哪，我都没听过。是我们最后的脸面。请出歌。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，人潮人海中有看到你。太多了吧，右边。一样一眼，一样眼睛。完了，撒姐完了！快唱歌了，唱歌快好多。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，
会离开我。哎，有点夸张哈。差了这么多吗？真的，你快太多了。好多好多。渣哥，你快太多了。渣哥，你真的无地自。你真的很不想去哎。我真的会离开你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他这里沙了沙了的。他会有一个白噪音。你就是想要离开我。所以你不能这样，你得这样。这样和这样有啥区别？有区别、啊。那我们看一下沙哥的情况。太多了吧！好，从这已经开始做了。已经快了，已经快了。走远了，已经走远了。因为他是反正越打越快。你分不清楚，你我到底想要做什么？太好过。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。我都唱完了，还没到。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。哎，沙哥，你唱出了回声的感觉。快了十几秒吧。快了4.18秒。哎，那在你啊。0.5。你以为给五秒的？五秒啊。五秒，你还唱啥呢？好，我们看一下晨哥的情况。晨哥那应该是对的。对，晨哥差不多的。我可能也不行。晨哥，晨哥跟小学生在穿几何题。同样认识并不在意，你不必过分多说，你自己清楚，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。有一天你会离开我。我也不行，差一点点，差了0.64秒。哇，太难了，来吧。就眨两声，我的征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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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必须把你们征服。这到你的歌单了，到我的了。请出歌，请出歌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如土。他俩一样了，这回嘎嘎的，我告诉你，这节奏老一起快了，又快了，感觉是快了，快了快了快了，那这快了，我真完了。看一下两位的成绩吧。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如故。你看快了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可以了。晨哥快了0.39秒。我说过了吗？过了。晨哥这个是在范围内。我一定能在手上会看到你。一定吗？拼了。沙哥的成绩是快了0.33秒。征服你们没有？恭喜第二组也挑战成功，接下来是第三组，请就位。我俩都成功了，你们必须成功啊！来，歌啊歌！哎呀，什么歌呀？你会唱那个《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》吗？我会，但我可以念出来，跟着感觉走。请出歌。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梦留着。曾经爱过谁，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，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。先来看陆柯燃的。你很认真的在听这个，你是认真在算这个，你没
有在听。柯然，要不然咱们回去再深造一下吧。我的真情我不再随便给，我的真情我不再随便给，是进了房子吧？进了的，进了的。这是晋级了吗？误差0.11秒。节奏大师，节奏大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坤的情况。慢慢习惯了寂寞憔悴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，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。过了，分的成绩是误差0.01秒。三组也通过，耶！姚一天面露苦涩，那我们就完成了，这么快就完成三组了。接下来是第四组，压力给到了我们这一组。想唱哪一首啊？姐你定，我定吗？红日你会吗？可以，真的吗？你 OK 吗？哪首？我们选红日。对，我觉得还是快歌吧。快歌吧，快歌好踩一点。Baby， 我们一定会在大漠看到你的，我相信你。我都成功了，委屈委屈。红日，我要唱不好的话，我回去就别见柯晴老师了。我灵魂走心定会流泪，灵魂走心不知泪倾。这前奏太长了吧？还没唱吧？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恐怕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恐怕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我在干嘛 ？OK 的 ，OK 的 ，OK 的，这0.5秒以内，我觉得。看一下两位的成绩，先来看 Baby 的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Baby， 慢了0.17秒。啊，我现在我好紧张啊。一生永远陪伴你，命运就是颠沛流离，命运就是曲折离奇，命运就是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安琪，误差是0.07秒。那我们四组成员就全部挑战成功。节奏大师。没想到那么简单。每轮游戏中，一名成员站在麦克风前答题，其余九名成员坐在凳子上。当答题人给出答案后，所有和答案相符的成员都需要跑去抢夺桌上的画笔玩偶，并返回落座。坐在红凳子上的成员加2分，蓝凳子上的成员加1分，没抢到凳子的成员则扣1分。最终得分最高的三组搭档将有机会收集画作。听明白了，这个人的回答一定要让多数人站起来才行，或者是让自己的搭档留在凳子上，或者是让红凳子的人尽量站起来，这样的话他跑过去能坐到红凳子。抢凳子？对，抢凳子。那你对我们智力这要求太高了。没有分高分低的。有红凳啊？有有分高分低的。红凳子分高是蓝的，红的是2分，蓝的是1分，所以往红的上坐。没听懂，先玩吧，先交点学费吧。选出第一位成员吧，打个样吧。
打个样，你去吧。打个样，打个样，打个样。快快快快做红凳子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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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这，哎呦，这，谁没坐上凳子就是谁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咱俩先。好。真的假的？怎么能让一个没听懂规则的人？没听懂规则。反正最好就是大多数人都得去，你这样成功几率。记住几个特点啊，络腮胡子，两个儿子。络腮胡子，两个儿子，大肚子，大肚子，大肚子。行，来，请听第一题。什么样的人会在你玩游戏的时候拍你的丑照？只有郑恺。我认为只有郑恺。今天穿裤子的人会拍我丑照。穿裤子的人会拍我丑照。穿裤子。穿裤子，穿裤子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还有机会。他们同伙还有没动的，穿裤子没动，他去扣两分吧，这得扣两分吧。那我不是没了，没了呀！天哪，陈正远在想，还有比我更傻的人。还有个穿裤子没动的，谢谢哥，谢谢哥。好，凯哥、晨哥和 baby 各得两分，其他成员各得一分，然后冰冰扣一分。嗯，还要扣一分，已经开始负分了。对，他没有凳子的扣一分。你认为今天录影结束之后，什么样的人会邀请你吃宵夜？不姓杨的。不是啥玩意儿？不姓杨的。哦，你好弄的。不姓杨的。不是啥玩意儿？不姓杨的。就咱俩了，那你去吧。凯哥只是把我推走了。太狠了。哎呦，这龙卷风，我靠！白鹿、晨哥和 baby 得两分，其他得一分，大哥扣一分。妈，我都不求红凳子，只要能坐到红凳子就行。就像哄抢白菜一样。不堪入目，这游戏还是需要点体力的。那哪是需要一点体力啊？哎，你可能回不来了，我觉得。来吧，你认为谁会在过年的时候给你发一个新年的红包？我。乔欣，除了乔欣，没了吧？又是他，又是冰冰呐。这就是一个比跑步的游戏，而且还会撞到别人。所有的成员们是一个合唱队的话，是谁进错了拍子，唱出了第一声？这你得好好想想，别着急。坐下。我。哎。不扎辫子的人。什么？不扎辫子的人。什么？不扎辫子的人。坐呀。不扎辫子的人。什么？不扎辫子的人，上不扎辫子的人，不扎。咋了？哥，哥，怎么还拿俩呢？哎，啊，这个顺手没事。你是你扎了辫子了呀？我没有听懂他说什么，然后气氛到这儿了，我就去了。不扎辫子的人上去，扎辫子的不用上去。
我咋没咋变呢？我咋没咋变呢？气氛到了，不上有点不好意思，是不是？关键是特别好玩，我觉得肯定是男生哈、啊。男生里头跑过去，我是最后一个拿到，我想我完了。我一转头，四五个女的还往那跑呢。我确实也是反应了一下，不扎辫子的人。怎么还拿俩呢？收益很稳定。如果有个人出现在你昨晚的梦里，那你觉得这个人会是什么样的人？没穿白色鞋子的人。没穿白色鞋子的人。没穿。哎呀，快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我怎么觉得只有我跑了呢？原来这儿还有一个。你看，你刚要是换的运动鞋多好啊！我的还真是白的。哎，出门准备时间最久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40岁以下的人。我很满意，我差点没起来。不穿黑袜子的。穿黑袜子。这个好。穿马甲的人。什么？穿马甲。你没穿。先声明，我这是背心，马甲是开衫儿，我一体的。很严谨。我也不是。不，我这儿扯不开的都，我这叫背心。OK， 不是马甲，都是马甲。你这不是马甲。我这是马甲，你看有扣子的。我这是马甲。这是毛衣吧？是马甲。马甲。毛衣只是它的材质，马甲才是它的款式。你俩是一对的吧？那确实是这样。你穿了呀。你穿了呀，你没拿是吧？就是你哥，Sit down。才发现自己。Sit down。不是，来，刚才可能张彬彬一直在那想，完了，别发现。先声明，我这是背心，马甲是开衫儿。这是毛衣吧？这是马甲。马甲。毛衣只是它的材质，马甲才是它的款式。我也不是。不，我这儿扯不开的都，我这叫背心。OK， 别发现。来，被发现了。我发现这个游戏能看出有没有担当，连马甲都不敢承认了。现在，我刚才怀疑我自己是对的还是错的，你知道吗？跟着自己心走吧，那这就迷糊玩吧。你点了最好吃的烧烤，你发现被人拿走了。你觉得是谁拿走了你的外卖？跑吧共同富裕篇专属数字藏品即日起在有蛙宇宙平台重磅上线，微信搜索关注有蛙宇宙即可参与购买，更有专属惊喜福利彩蛋等你领取。你点了最好吃的烧烤，你发现被人拿走了，你觉得是谁拿走了你的外卖？头发带点卷的。没坐上。又把搭档给坑了。你要管搭档啊？怎么老是你们组呢？我都害怕了，我不该让他再上来说话了。有些人是保不住的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游戏了。这个游戏的名字叫你要几碗牛肉面，请领取任务卡。游戏改编自第三季西安美食特辑，你要几碗胡辣汤？两队分别派出两位成员坐上飞椅，剩余八人交叉站成一排，
按照爆出的牛肉面碗数依次下蹲，一旦有人出错，对应的队友即刻被弹出，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获胜。啊，他说他要三碗牛肉面，让我们三个人都蹲。咱不蹲，咱是坐椅子上那个。所以露露是一直很期待飞椅是吗？对，我最期待的。都想说我要赶上这个飞椅，我说那你来啊，那行，我要赶上我就替你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么说的啊，还另外一个人也这么说。那不对应的人错了，我们就不飞是吗？对对对，只有你对应的人错了，你才要飞。啊，那你把晨哥换给我吧，看着不太靠谱的样子。有人告诉你我是游戏黑洞吗？你是他，不是我，没事。我看出来了，不用告诉我。白露今天早上6点就起来化妆了，今天就给你卸个妆。啊啊！紧张吗？不按顺序，我感觉坐这比弹出去紧张，是不是？真的。好，我们准备好了，来，你要几碗牛肉面比赛正式开始。好。三碗牛肉面，慢了。谁慢了？你没慢、啊、你慢了，你慢了，你慢了，我蹲没蹲，确实是慢，确实是慢了，对不对？导演，导演，去慢没慢？慢了。弟弟准备，弟弟准备。啊，怎么？啊，来了。你不是说好好玩吗？试一下、啊。我看别人这样玩，爽不爽？你别玩上瘾哦。那我们第二轮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来开始，7碗牛肉面，1碗牛肉面，1碗牛肉面，3碗牛肉面。哎，这慢了吧？3碗牛肉面。这慢没慢？这绝对慢了。没有啊，这慢了吧？看见了吧？这慢了吧？看见了吧？你慢了，你慢了，你慢了，确实是慢，这必须飞，这不飞，这慢了吧？哎，发之前告我一声啊！我头回见沙哥没狡辩，我真的，胡子都得走，胡子都立起来了。你这样是有没有点脚吧？在前我给你准备一个救生圈，你下次带着救生圈往家靠。你没事啊，小心点。没事，我们有救生员。好玩不？想感受一下吗？要不你们把衣服脱了来一下，来一下。不，我们主要下水想找点啥。你把我刚才的帽子找上。你赢老总了。好了，我们可能难度会增加一点啊，请各位集中精力。来，6碗胡辣汤。什么六？怎么叫六碗胡辣汤下去？把胡辣汤了下去。什么六？怎么把胡辣汤了？六碗胡辣汤下去。下去，去了坐着去。六碗胡辣汤，你这是？手机是啥？拿出来。手机了。扔不扔？六碗胡辣汤。
疼了。我刚刚多认真的在蹲，你知道吗？sorry。来，准备。七碗牛肉面，一碗牛肉面，七碗牛肉面，三碗牛肉面，哎，三碗牛肉面。哎，郑凯妈了。联络员要下去喽。联络员，我对不住你。联络员会不会游泳啊？关键是，关键的不是搜救员，是联络员。怕进去以后联络不上了。最气人的是，人家搜救员在旁边乐，真的是太过分了，你们。这个为了弥补我刚才对联络员的行径，哎，我来。好，来。你好好蹲啊！这个难一点。田总，你刚刚是不是故意想象让我下去？一碗牛肉面，一碗牛肉面，七碗牛肉面。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来，请准备。五碗牛肉面。哎，等会儿，五碗牛肉面，你是第六碗。五碗牛肉面。你是第六碗。凯哥，请准备。凯哥，他基本上我们黄队包干了。这一看就会游泳的潜水员，潜水员，开玩笑呢，水中蛟龙。还行吗？真好玩，他说真好玩。还想玩吗？还想下吗？是不是没事玩一次是吧？快上去吧，快上去吧。我还想来一局。来吧，我得让白鹿下去一回。什么意思？白鹿，你是不是有点想下去的意思？哎呀妈呀！明白了，这个信号我收到了。哎、不要不要，咱们开始吧。但别故意输啊！哎。真实一点，真实一点。哎，好，来来来，演的真实的啊，演的。请准备，六碗牛肉面，几碗？六碗牛肉面，几碗？几碗？你再玩两把。你试一个，你试一个。你再玩两把。秦老师试一个。我刚没听清。真的，我刚没听清，真的是，我没听清。我要听清，我绝对，你绝对不能再下。你相信，你再相信我一次。怎么样？内斗了，内卷了，精彩不？精彩吗？来，好，各位请就位。请入座。他这把不可能输。白鹿能听清吗？能听清。耳朵需要掏一下水什么的吗？不用。来吧，快。哎呀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来，请准备。等。没事，白鹿老师能听清。我不像你，我不会这么故意，好吧？来，请准备。
定不会打我的，对不对？别把手伸起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等会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把手放地上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手都麻了，现在。你给我等着你们的。让秦老师飞一会儿，你是不理解什么叫等会儿吗？太自然了，我好开心啊！我建议老秦一直留在飞椅这个环节上，太适合他了。我觉得他每次在空中都会有不一样的体态。还好吗？灵魂回来了吗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爽吗？爽。你快入座呀，请入座。啊，请入座。不对呀、啊，请入座。不是一人一回吗？这。来，我们继续啦。请准备：三碗牛肉面，五碗牛肉面，七碗牛肉面，八碗牛肉面，四碗牛肉面。哎哎。哎哎哎哎！谁？你们伙儿，你们伙儿第一个。四碗牛肉面，四碗牛肉面。这不是我啊！等会儿。等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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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呀？他呀。他，你是我吗？你不是他吗？他是你。那谁是你？后两个是谁？我们俩过一回，来，很像那个孙悟空《西游记》偏头蹦出来的那个。真的当然当然就是从石头里蹦出来那一下。我待会儿，我待会儿。别呀，你还要坐上去呢。你来这儿待。今天这个入水小高潮就是他们的内斗，绿队内卷，内卷。哎，注意力呀、啊！你来这儿干嘛？啊？不是注意力，注意，注意点啊！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下半场游戏了。城市接龙，每一个人说出一个中国的城市名，后一个人说的时候要重复之前的城市，再加一个新的城市。北京，北京上海，北京上海，乌鲁木齐。一旦有人说错或重复，对应队友即刻被弹出，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伍获胜。白鹿肯定全是横店。准备好了，来，开始。北京，北京上海，北京上海，乌鲁木齐。北京上海，乌鲁木齐，石家庄。北京上海，乌鲁木齐，石家庄，兰州。北京上海，乌鲁木齐，石家庄，兰州。河南是个省。河南是个省。来吧，飞吧。飞吧，飞吧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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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等。从晨哥开始。乌鲁木齐，乌鲁木齐，厦门。乌鲁木齐，厦门，昆明。
乌鲁木齐、厦门、昆明、上海。乌鲁木齐、厦门、昆明、上海，横店，横店。横店一个城市吗？是啊，它是东阳。不是。啊，对不起。横店是个镇呐。你知道是你说错的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这我忍不了。去吧，钱总。报应啊！来吧。哇，180旋转。他似乎是有一点点紧张啊。一二三，好了，非常完美的起跳，下去，再看回放，啊，有，难度只有5.2的动作，整体180。他下次进去就可以翻个面了，是这样。不用了，没必要。没事，没有必要。我跟你说，老秦再弹几次就可以进跳水队了，已经快练会了。下个目标要练360，多让他练几次。哎呦，你还知道哪些城市？挺多的，其实。李，挺多的。你算算哈。来，从这边开始。兰州、上海、石家庄。兰州、上海、石家庄、昆明。兰州、上海、石家庄、昆明、大理。兰州、上海、石家庄、昆明、大理、北京。兰州、上海、石家庄、昆明、大理、北京。北京。卡了。坚决的老秦的。哎呀！我不想玩了。脑子里城市很多。金华，不要说。地儿就是想不起来呀，脑子里当时是不是又是横店出现了？当时琢磨横店好像不是，是京华还是东阳？到底是什么呢？还是横店？他要再说一横店，我更来气，真的。360度，太厉害了！综合两个游戏，恭喜黄队获胜。在这里进行今天的第一项任务，手速对决。手速对决。两名对决者在椅子上坐好，并将双手放在桌沿上，等待信号灯亮起。信号灯一共有6种颜色，当信号灯亮起时，对决的双方拿起玩具手枪击倒对应颜色的木牌，木牌倒在对手区域就算得分，率先击倒2块木牌的队伍获胜。11个人分成5人组和6人组进行对决。现在请两队派出第一组出战的队员。我们先派一个最弱的好不好？可以啊。深深。张医生笑得太大声了。来，传统习惯，打个样，怎么样？打个样，让招兵来打个样。这我上啊？上吧，来吧。第一组成员请就位，请把双手放在桌沿。哦，这个好紧张啊！好紧张啊！不要紧张。第一枪，请准备。
黄吗？黄吗？完了，烧饼是黄绿色盲。不好意思，这不是黄吗？哎呀，这是绿。不好意思，比哥，你这么多年你隐瞒了什么？你有驾照的吧？有驾照，有驾照。周深，他打完之后现在有个黑点儿。我正式成为了反音协会的会长。第二枪，请准备。气势全输没了，老秦，来，老秦，你呀，你来嘛，那你就必须对我呀，来来来，我觉得你俩好，你俩世纪之战，真的，哎呀，你什么过程？拿出来嘛，拿出来玩嘛，从装蛋开始呗，装蛋加拉那个上膛，请把双手放在周岩。哎呀，从上子弹开始，越玩越大了。白色，九月四，哎，下来。哎，下来。慢点。你老打探子，你这是照脸上打的，他老打探子。眼睛没有。快点！再来！慢点！我感觉你我其实带了那么点小情绪在里面，确实是有那么一点。请两位继续准备。老秦，不要带情绪，冷静。黄色。你太侮辱人了，你太过分，你太过分。哎，还这样，他在那等。白鹿带情绪了。第三枪，请准备。红色。右边。哎呀，最后一下有点草率。我今天可以输给任何人，就是不可以输给秦霄。告诉我有没有水今天？你俩早说呀！你俩最后上换飞刀，就不用这个，你俩飞刀。咱一把没赢呢。一把没赢啊！你上吧，你赢一把。我上吗？你赢一把，赢一把。来，我来。你要加油 ，BB 姐很厉害的。不行 ，BB 姐眼睛太大了，她看不清。她太强了，你当娱乐吧，宝贝。Baby， 咱们组得翻盘了啊，这把。第一枪，请准备。紧张吗？就这么紧张吗？天津噔噔响咚铃，哎，不能唱歌，这两人可以抓走了。嗨，还没开始呢。白色，红色，还没亮。等一下，我们头两把是白玩了吗？白色。确实有点紧张，真的紧张，而
且戴上这个眼镜，那个光一变，我看不清这个颜色了，是吧？眼镜的问题。不要再找我了，小明。透明眼镜跟那有什么关系？你就跟眼镜没有任何关系。第二枪，请准备。黑黑哦，这个颜色是紫色，是吧？你看，你到现在都还没分清，完了，你都第三局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他好不容易亮一回，我要看一下。第三枪，请准备。好像有点优势，Amy姐真的很快呀，打得真的很快。我要求能不能拍一个厉害一点的跟我玩？哎呦，完了，我被小看了。进来吧，可以，来吧，我去吧，我去。好好好好好，我们线上的好吧？好。哦，叭叭，试一下，三二一 ，OK。我来，看来手还是不够长啊，新哥。不是，是我们的胯不够软，你看，已经极限了，再弄裤就该开了。你这个造型可以啊。哎，你俩往这一坐啊，我发现这个局势跟这个气氛瞬间就紧张起来了，就像西部牛奶，噔噔噔。现在唱歌把他抓走。我唱歌了刚才。抓走。我现在严重怀疑有的人是故意在唱歌完成任务，这你都看出来了。这个人已经下一局不用参加了。原来是你。第一枪，请准备。第一枪，请准备。都有姿势了吗？现在已经 pose 一定要摆好。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以前没得选择，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。对不起，我是警察。我秘书，臂围四十五的来，快！臂围四十五的来，快！教练上，这个很像拳击中间休息嘛。啊、第二枪，请准备。电脑规则，来转过来。哇，他背过来，这越来越帅了是吧？对啊。不是，但你得看清颜色呀。不用啊，颜色出来你们就砍转就好。哦，好，可以。别翘二郎腿了，一会儿来不及转了。花里胡哨局是巅峰之战，到底鹿死谁手呢？紧张的时刻就要来到了。它是什么样的颜色呢？二选一，究竟会眷顾哪一家？好累啊，还没出来吗？刚出来。白色。刚出来。白色。完了！可以！关键是我都没打中。对。白色。我们作弊都没做成，我还补了一枪。你留着，他们最后派一个强的跟你对干。
我们俩站着，我们俩站着玩。来，咱俩演示一下，咱俩的来。准备来。假如说啊，紫啊，三、二、一，紫，紫。你下去吧，要不你们下去吧。沙哥，刚才颜色都是你选的。颜色都是我选的。我早就知道紫在哪儿。不是你下去吧。并不是。没事。那咋的？那这样吗？不这样还是这样吗？难道你那只能是这样了？不好看，不好看，这个。那这样，这样更奇怪。来吧，来，来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试试可以不可以？太油了，救命啊！这个时候我要喝一个安慕希去去油，解解腻。我不行了。这样啊，咱俩增加难度啊，掏出来之后拉栓啊。好，来吧。第一枪，请准备。请准备。转身呢，耍帅耍起来。转身拉枪栓完开枪啊，可以来一系列的动作一气呵成。第三枪请准备。来，好好、哦、来，好好、哦里边没有摄影机，这种摄影机，我感觉好像我没打他，怎么就倒了呢？是枪崩在这儿吗？是我打中的。来，好。哎，是郑凯帮他打的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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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时我擦，我在那一瞬间，我子弹啪。接下来五人组决定你们出战的成员是谁？你们自选吗？谁想玩？周深，周深，你觉得？确定吗？你来，你来。我觉得我打不过凯哥。你去，你可以的。那咱俩怎么玩？大象鼻子转，我说那有意思。那我这芭蕾功底，我。我跳起来转可以吗？第一枪，请准备。红，一、二、三，第二个，三，第二个，哥，第一枪你瞄的是绿色，为啥呢？好晕啊！好晕！好晕！好晕！这个越转越晕。好，请两位继续。等一下，要不要换一换？换个什么呢？还是从穿马甲吧，就原地穿马甲拉枪，玩的挺花。哦，这这。你越来越油腻了，凯哥。
真真不比动作，咱不跟他比动作。别！第二枪，请准备。黄色啊，最旁边啊。黄色啊，最旁边啊。黄色啊，最旁边啊。哎，哎，哎。哦。差一点点。就是有点狼狈，这个衣服，这我衣服就是这样穿的。第三枪怎么玩啊？这样吧，从这里开始吧。好了，我那 RB 给你了，可以吗，郑凯？预就预备开始，我来一下。哎，可以试试。第三枪，请准备。这是考腿力的时候啊。白色，我卡住了起步，输在了腿上。全凭反应，你凯哥赢的胜算不是很大。你凯哥把各种花活都给你揉里了，你知道吗？目前两队比分打平，接下来请两队派出成员一枪定胜负。坤儿上场，来吧来吧，我们 boss 都是压到最后了。我上啊。我们还有几个人？只有你了，只有你了。还有人信来吧？那肯定要坐着玩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！怎么着？规则是什么？都能打是吗？都能打，随便打。那我们坐中间很危险。不打脸啊！不打脸啊！太棒了！哎，先生，我们也挺开心的。一开始我还嫌弃我们队，没想到就晕了。一切都是天意。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我没唱啊，我说，终究已注定。你好严谨啊！我相当严谨，本期主题我牢牢记着。好，那恭喜在这项任务当中，我们的六人组获胜，恭喜各位。